的荣誉会长，游会长也是我们前任的理事长，来帮我们做一个会务报告。我们也请我们的上任的前理事长，我们欢迎游会长出来报告我们的会务报告。谢谢我们的游会长。各位委员，我们行德慈善会的家人们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我今天上来要干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等一下是不是有奖征答？那你们刚在报道的时候有没有拿到一张单子啊？有人是不是拿一拿把它丢掉了呢？没有。如果有的话，我现在上来就是要救你们的。我要上来报告哈，我们民国一百年度我们的行德慈善会的行事录哈。那一百年呢，我们本会做的救助个案呢，前年总共有728户次，那平均每月大概有61户，那急难救助的部分有7户，丧葬补助有5户，然后奖助协金国小有10人，国中有5人，高中有8人，然后大学有18人。要注意听哦，等一下那个有奖征答就在里面哦。然后本会每月的第二个星期二是我们固定召开委员会，然后审查资助个案啊，还有资助那个奖助金的发放。那100年1月9日啊，是我们台湾行德慈善会立案成立大会的日子，因为我们在99年向内政部申请，原本我们叫行德慈善会，然后立案以后啊，通过立案以后，我们改为台湾行德慈善会哦。那我们在1月9号开那个立案大会，然后1月11号是我们台湾行德慈善会第一次里监事会。1月16号呢，我们就办冬令爱心发放，共计发放了125户。那3月8号，我们召开委员会审查上学期奖助学金的申请。4月7号是刚好311日本大地震，那本会募款折合日币是161万2746元，然后我们直接汇入日本的红十字会的账户哈。那5月25号，本会开第一届第二次的里监事会。5月29号，理事长交接，我们在新店峨眉山还有办践行活动。那8月14号啊，是我们的夏令爱心发放，总共发放131户。8月5日，我们跟那个爱心快乐志工队，我们到新竹看守所办理“明天会更好”关怀系列活动。8月13号，我们到仁济安老所，办父亲节义演活动。然后9月6号，我们召开委员会审核下学期的奖助协金申请。9月7号呢，在新店庄静安护所，我们去帮那些老人办中秋敬老送柚子活动。然后9月21日，我们到台北建立“明天会更好”的关怀系列活动。9月25号啊，我们赞助那个创世基金会在新店北新国小的义卖研游会。然后10月8号。我们到巴黎疗养院关怀活动。10月19号，我们到桃园监狱，和爱心志工队，那个快乐义工队，我们办理“明天会更好”的关怀系列活动。然后10月25号，是我们台湾行德慈善会第一届的第三次里监事会。10月23号啊，我们又跟快乐义工队，我们到新竹监狱，就我们办“明天会更好”的关怀系列活动。
以上是我们一百年度的行政慈善会的行事录哈。那我在这里报告完毕。那祝大家待会大家都中大奖，谢谢。